知所為。唔係，覺得你覺得錯嘅話，你可以搭的士，你俾得幾毫8.1，咁嘅價錢係咁嘅 value， 你冇應對曬啲人。你係咁樣，你咪搭的士咯。你錯，你有病嘅話，你覺得身體唔好嘅話，你咪搭的士咯。係咪啊？你琴聽咗，但你琴聽你可以寫信，你可以打電話。但係你唔好落去騷擾司機，你係騷擾緊人哋，知唔知道？騷擾緊乘客安全。啊，邊個話你啱嘅？企出嚟啊！不知所為，以為自己好啱。劉華錯啦！真係 shit！點醒你哋啦？識乜嘢啊？你哋係啊！我哋真係唔識啊！最識係你啊！唔好意思啊！唔係，我冇帶子走落嚟，所以話有錯啊，咪搭的士咯，咁知醜。你 respect 人，我話你咁樣唔啱，你老婆話黐線，我話係豬乸就好應該嘅，抵鬧嘅啲叫做。聽到未？聽到未？黐線嘅人攻擊啦！你冇尊重啊！你尊重人，你首先要尊重自己先。人哋鬧人哋，我冇鬧你，但你鬧黐線之後，我先鬧你豬乸嘅，我先抵叻，你先抵俾人鬧。我俾你聽。啊，係關我事，因為而家我坐緊車，我搭緊車，安全問題，你落去等佢騷擾你，佢騷擾司機，你俾警察拉啊！靚仔，聽到未啊？靚仔。你識唔識法律啊？你識唔識行為啊？小姐，喺度扮嘢。可以唔出聲噶咯？唔出聲，你出聲成個車廂都知道咗啊！唔出聲，犯錯就唔認錯，又話人不是，不知所為兩個人，兩隻夾拐嚟嘅。所以再做就要報警噶啦。你可以報警啊，999，你報啊？你報啦、啊。未申請籌啊，傻嘅！15號過咗啦，元宵啦，你個腦做乜嘢 memory？ 成個資源都唔係啊嘛，係咪？唉，又噏錯又講錯，又唔知做乜嘢。我錯用乜？最叻啦 ，OK？ 你唔好叻啦，俾人話你轉頭，最叻，不知所為，夾拐嚟嘅。最靚仔係你啦嚇，全世界你唔好話人啲不是，你總之你啲問題咧，啲屎忽鬼。系啦，落去啦，你都要乘客啊！你坐飽佢你，系啊，啊，揾你撞啊，冚家產！我先報警啦你啊！系啊，報啦，冚家產！冇事咪先，司機，我鬧死你啊！你知啊？走啦，夾鬼！